が消えた何よか先に抱き
拍了几张萌照。我吃抹茶。我也吃抹茶。对，我要抹茶。那你要不要抹茶？别黑了，真的，我也黑了。我觉得我的手都看跟手跟腿两个色了，我手都黑了。对，现在就合上了。想进入哪里？房间，然后把行李放下。我们住了两个超级超级合适的老房子。把行李放下。
这是女孩子们的房间。嗯，你在吗？是吗？嗨，看我的房间怎么样？很漂亮，古色古香。是啊。这是什么？白日依山尽。对吗？不是，应该是白雪吧？一个人后面不认识。你跟嫂子打个招呼吧。白白雪无心。嫂子好。嫂子好。来什么？来叫你们。他买多少衣服？嗯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走吧。我就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对面有一个晾衣服的小姑娘，你叫衣服弄给你吧。大晚上的你这戴个墨镜，墨镜跟眼球完了，这又被发现了。又搞错。啊，跟八瓣那个事情录下来了吗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可以。好饿。对啊，赶紧吃。今天你那边怎么没有？当当当当。当当当当。当当当当。太清淡了。有一个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反正某种特产。热带水果。你先尝一下。是巴厘岛的特产。哦，那我这没吃过。不是特产，都有。鹿儿岛呀。台湾都有。有点像那个鱼肝油的味道。没吃过鱼肝油，太远了。像吃惯的。鱼肝油哪吃惯的？没吃过鱼肝油，只能那腥的，就是特别刺激一回。好好吃。嗯，哇，好好吃。我来送大礼去。